2022年5月28日，出壳34天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鱼司机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今天又来给大家录这个窄桥成长日记系列了啊，非常的快，已经34天了。这个系列的更新频率呢，大概是一周记录一次。这一周的饲养方案上的变化呢，就是增加了喂食量，因为现在已经过去一个月了，咱们需要稍微的增加一些它的喂食量，这样才能跟进它的生长发育。比上周更明显的是它头纹的变化，最开始出现头纹的地方是四周，咱们可以一起来观察一下接下来头纹的发展。大家如果喜欢呢，可以记得点点赞，点点收藏。也出现了一些蜕皮，说明正在长身体。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它打了个哈欠，说明我拿手机在这拍它，它还是挺放松的。回想30天以前。其实他看到人的时候也有很慌张的表现，所以把龟逐渐的养出状态，这个其实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。最后我再说一下灯光问题，很多龟友问我是不是24小时开灯，其实我这除了拍视频和直播的时候开灯以外，平时是不开灯的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内容，喜欢我的视频大家可以点关注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